县主。我发现我喜欢太子殿下。啊，杜姐姐，琉璃妹妹。姐姐是来找我的吗？琉璃妹妹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你等我一下。来，姐姐。我来的匆忙，什么也没准备，又未提前通报，想来不合礼数。没事的，姐姐来找我不需要通报的。我喜欢见杜姐姐。姐姐找我到底何事啊？我。还烦请琉璃妹妹交给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，姐姐怎么不自己交给太子殿下呀？不，琉璃妹妹，你千万别误会，我不是让你传递定情之物的意思，真的不是。定情之物？不是，这真的不是定情之物。我怎么解释呢？总之，我不是因为喜欢太子殿下，便让你带着东西给他，你就帮我交给太子殿下就好了。姐姐，琉璃越发听不懂了，到底什么才是定情之物啊？男女之间若是情深见笃，便会互赠信物，就是喜欢对方的意思。那我经常送太子殿下小零食，这也算是定情之物吗？琉璃妹妹若觉得是，那便是了。男女之间若是情深见笃，便会互赠信物，就是喜欢对方的意思。县主，怎么，有何不妥？没有，那个，杜姐让我把这个给你。这是云寒的玉哨，怎么会在杜小姐那里？难道……哎，小姐，是不是太子殿下欺负你了？鸢尾啊，我发现我喜欢太子殿下啊。小姐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你问。你喜欢我吗？喜欢。你喜欢二公子吗？喜欢。你喜欢这么多人，你喜欢一个太子殿下有什么稀奇的呀？你们这种关系最多是化敌为友。可是这样的吗？就是这样的呀。走回家。